大家好，我是真的。命中注定，不爱你。好像是这样。自然，真诚，然后热情，没觉睡，尴尬，超尴尬，就真的是，我快把我帅傻。我觉得《魂球西门》它是一个蛮有深度的，一部戏，然后也值得醒思的一部戏。它是一个悬疑的惊悚，很特别的戏，里面有很多蛮沉重的过程，还有一些值得醒思的一些剧情。当然也有好笑的过程，轻松的过程。戏部我觉得非常完整的一个小说改编的一个剧情。何润东啊，你找何润东，因为他都不在台湾，你可能找不太到他。然后他也是从那个歌手跨足演戏的，然后在演戏上面成就胜过于音乐的一个大哥，所以可以问他很多有关戏剧，因为不管是投资也好，还是自己制作、导演，或者是自己演的戏，也超过很多很多很多作品。对，所以很多有关戏剧的事情问东哥就知道了。